为了庆祝屠妖节，总统府举办了开放日活动，全岛多地也都换上了盛装。在印族文化中象征幸福吉祥的孔雀在樟宜机场艳丽开屏，类似这样色彩缤纷的屠妖节装饰分布在机场12个地点，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合影留念，并了解我国这一大传统民族节庆活动。这些装饰将一直展示到本月20号。全岛多个民众俱乐部，包括丹绒巴葛、惊喜以及哥南亚裔，也都张灯结彩，让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居民都能欢聚一堂，感受节日气氛。先锋区居民过节不忘环保，利用回收材料制作花卉和灯饰，不仅美观，也别具意义。